我家己嘛唔知，只想要一个人点点离开。谢谢张宇荣。来，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今天那个其实三位都有那种心境上的问题，来参加比赛的心境上的问题啊。我觉得参加一个比赛或是唱一首歌，其实如同进入一个人生故事。啊，这个人生故事啊，可能不是歌唱结束以后，比赛结束以后就结束了，它可能会有一些回荡，甚至牵动你接下来另外一个故事的旅程啊。那两位，一位是那个就是那么小年纪参加歌唱比赛，然后进入唱片公司，然后后来解约，然后又终止暂停了一段演唱的一个梦想啊。然后玉音上次几关？第七关。第七关啊？对。啊，那我跟你们分享我的人生故事。我已经进这一行已经三十几年了。然后呢，入围了金钟奖，还得奖，还上台致辞，然后又被撤奖。啊，这样的心境会是怎样呢？本来很不在乎这个奖项的，不然就是接连的接到一些恭喜啊，然后再恭喜获奖啊，恭喜入围，恭喜获奖以后呢，然后再撤掉，这个心情的起伏哦，变得一步一步哦，从一个不在意。根本没想到这件事情，到时候开始在意，然后开始接受，然后又掉下来。我觉得这样的心情，其实就是我们进这一行很珍贵的经验，啊，就这个经验是很特别的，独一无二的。因为你就算得了一个奖，就算把一首歌唱红，你接下来人生考验，其实才是真正的开始，才是真恐怖的开始啊。啊，刚才玉荣讲说你有那个唱那个雪珂的那个 demo 嘛，对不对？是，一定跟卓宏远老师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对，卓老师，对。啊，我觉得那个时代哦，就是很多 demo 的演唱者，是都是牵动那个时代，把一首歌推出去，甚至让一个歌手能模拟这首歌怎么去唱的一个重要的推手。是练了很久，所以只是唱 demo。这个是很珍贵的哈。是。然后今天听到你唱这首歌啊，除了那个口白哦，就是那个安排上面，你要想说口白讲完是立刻要接上最后唱的这一段的，我觉得中间有一个缝隙是，可能是一个可以再推敲一下的地方。谢谢老师。子宏老师，请讲评。好，玉荣。老师好。OK， 这歌其实它。其实我们每一首歌都一样，我还是要讲一下，每一首歌其实它都会有一个它自己的律动。好，那我觉得像这首歌，你唱得很好，你的声音很好听，谢谢，非常好听。那只是说你在唱这个歌的时候，你那个律动有一点点不在这个歌的律动，你有自己的律动。比方说一进来，你会慢了一点点。就他那个一二，他有等停更一啊，但是下去上来的时候，顺着唱出来，是有一点点跟这个有一点点那个没有粘在一起，好，这个，然后但是你整体来讲唱起来都很好听。谢谢老师。那我也是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在那段 OS， 对，那个口白其实他有点自言自语，有一点在跟别人讲话，又有点在跟自己讲话，好，那。最后是只是要一个人点点离开海角天边，其实他就是讲完
那个吸一口气就唱了，所以你刚刚那边又等了一下，所以整个情绪有一点点可惜了，不然整体来讲我觉得还不错，谢谢。